Edge 的 computing 是相对重要，因为它必须要自主做很多事情。不同特性有软体的整合问题，因为我们会把所有不同的节点放一起的时候，会遇到我不同软体之间要怎么样整合。因此，同样的运算效能，我可能让它变得不到一半，或者是更小的尺寸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未来 AIoT 已经，我刚刚提过 AIoT 其实是你很难想象它非 Kenny 是非常靠近，任何地方都可以发过来。